是不会带错路的，再分头仔细找找。好，霍启公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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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谷主，谷主找到了，他好像伤得很重。 别乱动，再动的话你就死了。 万年龙血池含珠，霍启公子拼死还是拿到了。赶紧把他抬进马车送回去，一定要稳，他的武脏随时会破裂。是。
可是，就算拿到这颗珠子，也有什么用？谷主，怎么了？嘘，什么声音？在那边，小心。嗯。谷主，他伤得很重，快死了。这个人我从没见过，为何莫名的感觉到熟悉呢？救我！救我！